你不能你让我说完了，我给你了，还还给我了，那是。不是，那你有，你不说你有账，你看看书，你告诉我不行吗？而且啊，这点钱不算。这点钱不算，你那二十家要买要买皮子这点钱，我就拿回来了吗？什么拿回来？你没给我呀？你给我了？在保险柜里呢。是啊，我就是说你刚才说你有账，有账你就告诉我们数。